中国皮影戏源远流长，分为三大流派，一派流传于山西一带，一派流传于河北唐山，还有一派流传于鲁南地区。今天所要讲述的便是产生于清朝中期，发源于鲁南的皮影戏代表，鲁南道教派山花皮影。在山东台儿庄古城非遗文化展区之中大衙门街上，一间不足四平米的小屋，里面摆满了陈首科的宝贝皮影。皮影大小不一，但每一件都颜色鲜艳，制作精巧，栩栩如生。现年60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南道教派山花皮影第四代传承人陈首科，现场向游客展示制作皮影的技艺。陈首科介绍，皮影人物的制作是皮影戏的关键环节，皮影人物主要用牛皮、驴皮制作，制作过程有选皮、制皮、画稿、过稿、镂刻、复彩、熨平、缀结合成等8个步骤组成。镂刻一个皮影人要刻上千刀，而且要用几十把不同的刀具，厚的皮子用来做武士，较薄的用来做文人，最后用纸刻画出人物形象，放到皮子上磨刻下来即成。陈师傅和他的儿子陈广帅、孙女陈雨涵正在向前来参观的游客展示《灯光下的精灵》皮影戏，表演了经典节目《闹社火》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《大闹天宫》等。陈师傅边操作边演唱，字正腔圆的唱段，妙趣横生的台词，活灵活现的表演，引得小朋友们纷纷体验皮影表演。他们舞动人偶，体会皮影艺术的魅力。一口诉说千古事，两手对舞百万兵。皮影戏这门传承了千年的神奇艺术，如今已经是凤毛麟角，难得一见了。所幸在台儿庄古城还能睹到它的神韵和风采，它是古城里的一只奇葩，焕然绽放。正是山花烂漫正当时，岁岁芬芳永不息，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相传。